在华盛顿 DC， 我们美国的首都，一个骄傲的游行。现在全美国都有骄傲的游行 ，For some reason， 因为这个月是骄傲月。其实不只是美国，全世界都在骄傲游行当中。在华盛顿 DC 里面有一个他是男人，好像有动过什么手术，放了个假胸部，还是打什么雌性激素，让自己的胸部好像像个女人一样。总之就是他全身裸露的在大街上走，然后呢对着警察 twerking， 中文叫做电臀吧。You can see him there. He's strutting in front of a sign that says European Union for LGBT plus rights. He appears to have something like breasts, and he's there. He is twerking on a cop. And there. 刚刚如果看到的话，那个游行旁边是很多小孩的，很多小孩就这样子看着这样子的裸露的行为在大街上发生，那个不男不女的铺路狂接近那个警察，然后那个警察就跑掉了。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，警察就会把那个男的抓起来，而且关起来，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精神病院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，都是警察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男的头上戴着一对恶魔的角 Devil's Horn， 这个我们其实看到还蛮多例子的，就是撒旦的衣着特征在这些现代性爱革命的人身上当成是饰品。那么我了解很多人会说那些只是可爱啊，只是一个小玩笑啊，我们才不相信有撒旦咧，我们才不相信有魔鬼咧，只是好玩嘛，开心而已嘛。但是为什么把撒旦跟烂性做一个关联的影片跟照片出现的越来越多，好像已经是一个常态了。如果妨碍风化这个罪名有任何意义的话，刚刚那个影片里面绝对就是妨碍风化了。事实上就是美国、台湾、中国大陆都还是有妨碍风化的法律或者是猥亵罪 obscenity laws。 如果这些罪名还有任何意义的话，那刚刚那个铁定就是猥亵罪了，不然就是妨碍风化了。一个人带着撒旦的脚的一个男人，有着丰胸手术、女人的胸部，然后全身脱光，在小孩的面前对着警察跳电臀舞。如果这不是妨碍风化的话，就表示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所谓的猥亵罪了。响应神的呼召，关爱以色列，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启动国度基业耶路撒冷事工分享会在6月16号周四即将举行 Zoom Meeting 线上特会，这是延续上个月土耳其以色列华人命定的特会，要切实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，这是神在幕后所做的。犹太人与外邦人要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进入一个新人的祝福。此次的讲员有万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师 Chad Holland， 万王之王事工长老 Michael Bryan 拉比，国度基业耶路撒冷事工张清泉牧师和李萨拉牧师。线上特会时间是6月16号周四，美西早上7点到9点，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，以色列下午5点到7点，一起来参与启动国度基业耶路撒冷。